点感悟没有？ 八八道，不认识。八八道，八八道，八八道。好了。回去。先把那个绳子绑好到。来来，把他拉住，拉住。我们从哪走？原路。啊。原路返回。从哪？那边，那边。那边吗？不会吗？你是那边去吗？我到那边。你那边是吗？我那边过不去，那边站，他。那边过不去，那边我们过。 还在站，马上要封水，要上堵了，啊！还在站，上面还在站，到这了。哦，跟大队长点赞，跟大队长点赞，哪个人吃不到，哪个人吃不到？开了，开了。拉着嘛，你有的吃啊？啊，有的。 咋子嘛喊你救他？啊，是不是四川的商家嘛？他直接开去走噻，就是四川的商家。应交警大队大队长、指导员王盘，我们队员参与这个救援这个。 GPS司机，已经在你已经出来不到了哈。跟警察叔叔点赞，跟警察叔叔点赞。注意安全哦，注意安全。 孙子，找孙子，找孙子，快快找孙子！先喊那个人爬出来就对了噻。从电脑间出来的。哦，那个人已经出来不到了。小伙，赵军注意安全。注意安全，小伙，弄不到就退出来，赵军。 赵军，先爬上去，喊赵军先爬上去，先拿走走，高头先把赵军拉上去，先把赵军拉上去，哎，票哥，快快，老三，老三，把赵军先拉上去，哦，车子停了，停了，车子停了，停了，停了。 我是我喂你的，那你到了我那边，我都听到了，听到了。老师牛啊，他们自己啊。
Thank you.